八肉饵丝，昨天我想吃的，不是吧？我要来个八肉饵丝。好，早餐从一碗饵丝开始。啊，今天阿顾自驾游变成了团队游了，跟着这个大巴车去大理的1.5日游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五朵金花的故乡大理。苍山国家地质公园，这是我们一车的车友，拦车车友。许愿了吗？许愿了，现在不灵。没有，你们灵山大佛灵。灵山大佛谁不知道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苍山大峡谷。自然，我再起来拍一个哈，可以啊，再来一张啊。啊？那个蝴蝶挂满的，蝴蝶什么？是墙上。蝴蝶在墙上。对，只是它太长小了，我看不见。快走，我送你，你们去。在开玩笑吗？啊、他说那个蝴蝶挂满的时候是几月份？四月份。这个是从尾巴摸过来，就把 OK 进门发财。啊，又要出发了！今天一天的行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正在等大巴车。白质化当中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去坐游船了。